因为其实黎族的谈恋爱的方式其实就是对歌择偶，感觉像是在指责，这叫打情骂俏，好不好？大家猜一下唱的啥内容？他可能唱的是可是宝贝啊，人生又何止这样。啊，这肯定是在骂了，我感觉吵起来了。风凉路大嫩冷嫩爬满蓝爬满蓝，这啥内容？好好奇啊。就是你在家啥活也不干，也不带孩子，对，不洗衣服做饭，我累死累活容易吗？我你干嘛呀你？臭男人。我们是骂他们很懒的，很懒的，叫他们去抓鱼。你看，我们猜出来了，叫他们去抓鱼也不抓鱼，杀一只鸡就给我们要吃头，真是骂他留干嘛？对对对，干嘛？我们媳妇在家也那么骂我们，那你们是怎么回骂的呢？我们也很勤劳啊。叫什么下家？我们在砍柴。勤劳啊！啊，我们出去干活也还少啊。我们男人在家也很不容易的，我们压力也很大的。你这个草帽终于派上用场。他们爱喝酒啊，爱喝酒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喝完酒就发酒疯啊，真是什么都不干，难免也起不了床啊。我们就这一点点爱好，兜里又没有钱，能喝多少？没钱买酒，还到别人家去蹭喝蹭吃，太丢人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都消消气，听我一句好不好？咱们认个错，对不起。帆哥在家里的真实表现。